投票才艺公平，投票才艺公平。先拉扑克，人太多了，不能大家都表演才艺，没时间。才艺表不表演都无所谓，拿票就行了。想表演才艺表演才艺，不表演才艺也行，拿票。直接 PK， 两个人 PK， 我觉得最好的。憋气不行，憋气太那个。这个都不用了，好像下了。啊，这黄又不是新月，什么新月？你开播了吗？没有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嗯，没事。这样不会停的。你主播比扳手腕，人太多了，下次不会带这么多人的。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做的不好，我们吸取经验教训。下次带个6个人，6到8个人，8个人最好。下次带8个人过来玩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带8个人过来玩最好，8个人就可以，不用10个多了，8个就8个人。就8个人分组啊，分4个人一组，4个人一组，这样就很好了。8个人最好的，4个人一组，剩4个人一组。人多了不好组织，又吵。只剩8盒，这个血红，那好白啊。这个三星，要火，晚上户外，我一定要小胖出去做户外去了。哎，我下游泳去，我操！下次不能再这么走，人太多了，根本就没法玩。游戏东西准备的不够多，你水枪起码要买个20把方子，10把方子。但是哪8个人？下次准备8个人都行，标准的8个人。火身材也很好，火秦梦火，泥潭大战不错，那得有泥潭啊，你别拿着晃来晃去的呀，人给你订阅吗？那秦梦火火吧，站起来。这个性格是真的可以，可以，那喜欢的去点点订阅好吧，积木火火。叫天宇跳水。穿黑衣服的是谁吗？哪里有穿黑衣服的？平常天宇对吧？光头了。你播谁的？伊丽莎的。别他自己播，自己播。
对吧？不是吧？今天没穿衣服，忘了。没有，跟这个没关系。你也算了，要就别下了。那你过来。啊，行。不，我看过一下我的。我操！咋了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好久不见啊！完了呀，这是大号呀，我不敢玩啊！我不敢玩，知道吧？我刚才用他们的好多女主播的手机去看了一些很好看的东西，但是，对，我在 B 站的边缘疯狂试探，但是这个是大号 B 站的话，我会挨骂的，我不太敢玩。我还是尽量不要照金哥吧，金哥是没有穿衣服。今天带你们看一些好玩的吧，但我不太敢啊。哎，很奇怪，伊丽莎这个我真的很尴尬。我刚才应该只是，应该有人举报吧。我刚才看那么久都没事，应该是有人举报了。有人举报了。好，应该是有人举报了，上良心了。妈的，他们举报了，然后给他弄疯了，然后这个是大号，疯了就疯了，就这么刚。就这么刚。兄弟们，绝对是良心主播，绝对是良心主播，我不骗你们，我绝对是良心主播。哎，咋了？啊，好尴尬呀。那么久都没有回，然后走到今天那里上两次，你看一下，有可能是那个，有可能只是其次，看一下，让那个玉莹给你看一下吧。兄弟们继续，兄弟们继续，啥也不说，继续好吧，继续，带你们玩点好玩刺激的，但你们不能举报啊，哎，慢点，别摔着了，对身体不好，摔疼了。您不能举报，妈的！刚才他那个都，我帮别人播，结果被逼累了，他们举报我，伤良心啊！他们封了，就报了我说他被举报了，好多都被封了。今天，这边天气挺好的，刚才卡了，兄弟们，刚才卡了。哎呀呀呀！卡了！你卡不卡？我这边好卡呀！卡呀！你不卡？我这边好卡。我不卡呀！啊！哎，为什么你不卡？为什么你不卡？因为我人偏好。哦，我说我怎么了？可能是我人长得不够帅吧？为什么一直卡？好卡呀！好了，没卡，不卡，好了。没事吧？没有别的吧？没有壁垒吧，只是警告是吧？那就是那些人举报，妈的，他们那些恶心的很，看了之后他还要举报，真的伤良心，他们看到福利还要举报，真的恶心，我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。哎，兄弟们，是不是网络有点卡？是不是网络有点卡？好卡啊，怎么这么卡？卡吗？有点卡。是我不卡。哎呀，好卡呀。你知道这里 WiFi 密码吗？啊，好卡呀，刚才什么情况呀？是啊，怎么这么卡呀？天哪！对，下一个，卡完了，下一个。嘿嘿，哎呀，卡，对，卡，你们知道吧？这是卡。嘿嘿嘿，这样你们就举报不了了。天宇，他们有人，他们说喜欢你，他们要追你，真的不像你，他们要追你。哎，别卡了，已经好了，别卡了，该好了，别卡了。
回一下，回一下，别卡了，别卡了。还有熊哥。好了好了好，别卡别卡别卡。可可是家的哆啦 A 梦。卡不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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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网络是不是特别卡？哎呀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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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在别人的边缘疯狂试探。表妹，你学不会的。表妹，你别看了，你学不会的，表妹。还有表姐，你们都学不会的。你们是长不了那么大的，表妹。我欠打，反正你觉得没有他打，我们打过赌，你觉得没有他打，表妹，我不骗你。要有他那么大，你回头你来长沙了，真有那么大，我请你吃饭，好吧？请你出去看电影，喝奶茶，你要啥给你安排啥。他穿这么厚，这么厚怎么？哎，雪彤，你网络好了没？没有。没好，我还是挺卡的。你也卡是吧？我也挺卡的。我得到了支持，我觉得。兄弟们卡不卡？卡不卡？哎，雪彤，你网络好了没啊？没有。还没好啊？为什么我也卡？什么情况啊？等一下。我看一下，你点开。点头像啊。兄弟们，这个卡不卡？卡的话点个订阅，去个点个月吧，好吧？这个卡不卡？这卡的话去给他点个订阅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这真的卡，卡不卡？卡进去就给他点个订阅，好吧。我没烟了，最后一根烟给你了。森森，你卡不卡？不卡。也不卡。我挺卡的。找个丑的人吗？我是挺卡的。你这是在怪你？睡着了吗？哎呀，卡。卡，特别卡，这个是最卡的，这个最卡的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最卡的，兄弟们，这个真的最卡，我不骗你们。疯狂试探，疯狂试探，太，我有点慌啊，兄弟们，有点慌。哎，对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给我的小号点个订阅呗，我小号叫吉木大漂亮，给我点个订阅好吧？你们搜索一下给我点个订阅，回头晚上我12点之后给你们直播好吧？吉木大漂亮还没改名，吉木大漂亮给我点个订阅好吧？回头我改天有机会再带你们看这种好东西好吧？好吧，可以吧？嗯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哎。你的腿很好看，你能不能让我摸一下呀？真的可以摸吗？一个长跑图啊，我能不能先牵着呀？等我有钱了再给呀？为什么？没为什么。你觉得我说话会不算数吗？等你说完了再给你。你觉得我说话会不算数吗？啊，大号呀。啊，能不能让我摸一下？可以吧？他不让我摸，算了。拿我的手机拍。我在播大号。我知道你拿我手机拍。好吧，那我看一下吧。你这个又不卡、啊，没什么看的。我这个都不卡、啊。哇，可以啊。我觉得也是吧，好看吗？可以啊。会玩啊。哎，这个腿可以的，兄弟们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腿可以的。你们不喜欢看吗？那我们换一个吧。我换一个。找一个更卡的，刚才那个还一点都不卡。红衣服是谁啊？红衣服，这个吗？这个卡，这个吗？这是红衣服吗？哎，兄弟们，给你看个搞笑的，看个搞笑的。他就只带了一个壳，里面啥都没有，兄弟们，他只带了一个壳，啥都没有。你们看见没有？他带了一个壳，啥都没有。
你们去他直播间说，去他直播间哈哈哈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寂寞小太阳。小太阳嘛，兄弟们，去他直播间，去他直播间哈哈哈哈哈。只有一个壳，啥都没有。好，淡定，门口换衣服。哦，我先过去。门口红衣服，门口。看到谁开播，就每个女孩子去调啊，每个女主播调戏一下，挺好的。怎么那个光头播的可以？我操！金哥给了我好大的勇气啊！哎，火火，你网络好很好吗？不好。哎，好巧啊，我网络也不好。还有谁呀、啊？金哥吗？金哥上去。好巧啊，我网络也不好哎，哎，真的哎。我怕被毙啊！你干嘛提衣服啊？我怕被毙。啊？然后一起毙的，那个黄衣服就是。怕被毙的。不会毙吧？不会吧？会。你一百万卡了，刷不出来了。哎，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？我给你们看了呀。火火，兄弟们点点订阅，寂寞火火，这个也挺卡的，兄弟们给他点点订阅吧，挺卡的，挺卡的。你把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头像点开，这个挺卡的，兄弟们，这个挺卡的，说实话挺卡的。给他点个订阅吧，寂寞，哎，看不清楚，寂寞火火，挺卡的，兄弟们，挺卡的，挺卡的，有点卡灯。对，挺卡的，挺卡的。是吧，换一个。这个和那个雪童有的一拼，和这个主播有的一拼，这个主播也挺卡的。哎，雪童，我刚才去看到那个火火，他的网络和你一样卡，但是好像他们说你要更卡一点。啊，你要更卡一点。哎，你看你直播间公屏是不是都在说卡？都在说卡，没有说。你直播间公屏是不是都在说卡？反正我的直播间全都是卡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全都在说卡。这个，他们说这个最卡了，他们说你直播间最卡了。啊，你看一下你直播间，点开。是不是他们都在说卡？是不是都在说卡？哎，兄弟们，你看直播间都在说卡。我没骗你吧？他们说你直播间最卡。哎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！啊，真卡，真卡，真卡，卡爆了！哎，奥迪，你有老婆，你还看这东西吗？我是没有老婆的人。哎呀哎呀呀！小白，你怎么没直播呀？干嘛？没人。你直播的话，你网络就会卡。啊，我不告诉你，反正你直播，你网络就会卡。回头你今晚直播，他们就知道了。你今晚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你房间说卡卡卡，他们就会说你卡卡，真的。你个傻妹子！但是你的网络不是特别卡那种，就是有一点卡，知道吧？啊，今晚直播的时候，你看公屏嘛，我不会骗你的，我绝对不会骗你。哦，你是黄叶子还挺可爱的。没有刷新用户的，今天全都给我在这里。这个一点都不卡。嗯，那就是个空的，兄弟们，这是个空的。有东西？没有，刚才我们从这边看了，你就一个壳，然后里面啥都没有。没有灭了，换衣服了。换衣服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差不多了，都卡完了，再看就过分了，知道吧？要流鼻血的，我要流鼻血了，都卡完了，找不到更卡的了。还卡不卡？还要卡的话，我带你们再卡一会儿吧。我带他们。嗯，转转。金哥十。这个刚刚游了十圈。这来回游十圈。啊，还有游了十圈。我都不会游泳。还卡？继续卡一会儿吧。那我害怕呀。刚才我看到公屏有人说，兄弟们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公屏刚才说你老这样，没意思。然后我突然醒悟了什么，那我就不干了。然后他就会，然后那个人他肯定就会刷，哎，你还是继续卡吧。哎，看见没有？公屏有人说了，继续卡，
卡到 B 类为止。来，你开 M 轮吗？不能开。嗯，不能开了吗？我你穿的太那个保守了。来，穿的太保守了。保守一点。啊，行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卡吧，好吧。啊，雪彤的太卡了。雪彤的，雪彤的太卡了，雪彤的，雪彤的，雪彤的太卡了。哇天，有人要举报了。你这里还这样，上来继续拉一环了。你这里还可以，一点点，可以。这个雪峰身材是真的好，我操！真的好白，皮肤好白。一个大一会让你们点订阅了没有？点了多少订阅给他？我的屁股真的翘，我操，太翘了！再玩，再玩，再玩啊！你玩，还玩？我兄弟们，我害怕，我害怕憋累啊！我说兄弟们，我害怕憋累啊！这东西能一直玩吗？能一直玩吗？能一直玩的话，我就继续玩吧，憋累为止，好吧，直到憋累为止，反正大不了就扣工资嘛，差了点钱吗？是吧？咱们是差了点钱的人吗？这个不卡，换一个，尺度不要太大就行了，我们稳一稳，稳一稳。这个还是挺大的，说实话，这个挺大的，但是这个它不卡啊，它这个不卡，这个对，这个不卡啊。金哥也懂了，金哥说这个不卡。金哥过来一句这个不卡，他也会玩了。金哥，哇，感谢大哥续费啊，这个也不卡，换一个卡的。大号怎么也不行？我不知道啊。咋了？他们说让我大号上镜，好像你这儿帮我导流了很多人过来。你说出来干嘛？我偷偷给你导流，你说出来干嘛？真的是，待会大号人量少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你还说出来？我悄悄的给你导流，你还现在说出来，让我怎么办？我们继续卡吧。哎，哎呦呦呦，受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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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晕，头晕，头晕，好卡，网络卡了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哇操，这个是真的卡，这个网络。哇哇！哎，我敢摸你拍一下啊！我敢摸你拍一下。别，这卡的头晕啊！哎呀，这卡的头晕，这水顶得住啊？哎，这有水吗？我擦一下吧，把水擦干，坐一下。金老师，你好像一点都不卡，你的网络很好哎。啥？你的网络很好哎。你好看啊。哦，你别拍我，别拍我。为什么不拍你啊？别拍我，你拍他的腿，别拍我的腿。啊，你会被封了。没事啊，封了就封了呗。操，他们都不给我玩，他们都不陪我玩，我不知为什么他们两个都不陪我玩。我长得也不丑啊，也挺帅的呀，说实话，我长得挺帅的呀，明明挺帅的呀，为什么他不陪我玩啊？哎呀，卡！哎呀，这里也卡！哎呀，到处都卡！哎呀，老韩啊，到处都卡，到处都卡。对啊，我走了哪里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了哪里卡。卡当吗？就网络卡。当卡不卡？真的卡。不是当卡不卡，卡不卡当？卡啊卡！哎呀，给毙了！卡！我走了哪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卡死了，卡死了，对对对，卡死了，卡死了，好搞笑。小亮亮卡不卡？小亮亮不卡啊，亮亮挺一点都不卡。是今天的吗？今天的。走吧，走吧。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要不再卡一下吧，再卡最后一下，网络再卡一下，我们就走了吧。
那个卡的人去哪了？哎，那个卡的人怎么不见了呀？别搞了吧，别搞了吧，我也怕疯，我也怕疯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跟着金哥走了吧，咋啦？我有人给我发了截图。